传说，一条鲲鹏因割截死在江界，皮肉腐化，白骨犹存。唐人视其为润水，依古建造地府收葬，树碑以延龙脉，称其为北冥鲲宫。有机关，多谢二位替我找到了宝藏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跟我合作，老佛爷不会亏待你们的。那只会引发更大的战争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四海之上，皆为王臣。你们凭什么跟我争？正德利用才能后生为和，如果这些宝藏会引起更大的战争，那么我们就会阻止。行，那就从你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他都臣服于我，你们还拿什么跟我争？
现在想后悔，也没有机会对不起。说这日本人最近三天两头给大帅发电报，还不让我们翻译，这是不该知道的，不要瞎打听。哎，米店来了，记录吧。这里面做了多重加密，普通情报人员根本无法翻译。走，找密码本去。小丁。少帅，帮我把门打开，我要拿个唱片。大帅有命，任何外人不得进入书房。我是外人，我上自己家拿个破唱片怎么了？开门。小丁，吴哥平时没少照顾你吧？怎么，不是跟哥喝花酒的时候？我开。拿完唱片就走啊？什么话，开门。哎，上回人家那姑娘还问你什么时候再去，真的。哎，吴哥快点啊，我还要去接手呢。快。过两天再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啊。
在这干嘛呢？大帅，下午好。爹，滚开，南边打仗，别来烦我。我就为这事来的。到里面说。我觉得在门口说比较合适。哎，你要站在门口说，你就自己站在那儿说。哎，爹。有屁就放。我听说您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啊。不该打听的事情就不要瞎打听。我还听说军饷最近有点吃紧啊。你都是从哪儿知道这些消息的？爹，我知道您是为了军队好，可这日本人狡猾得很呢，您可得小心。行了，还没有到合作的地步，不知道的事儿就不要知道。还有，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，晃得我头晕。去把窗户打开，透透气。哎，爹。哎，正午阳光太刺眼了，我怕伤着您眼睛。爹，我最近学了一套军体拳，您得给我指点指点啊。嘿，哼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吴思文，你嘴里念叨什么呢？这一出又一出的。哎呀，他娘来的！哎呀，这是日本人给我的见面礼。爹，我赔你个新的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以为你爹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枪？爹，我错了。吴大少爷，又挨揍了？你这个又用得很考究。你这调皮捣蛋的，从小被揍到大，我还能猜不出来啊？我为了什么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多谢好兄弟，少来。哎，就当我陆某人再欠了你人情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故意的吧？纯属意外啊，意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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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给我讲讲，都讲了些什么？哎，几百年前。满清搜刮了大量的财宝，藏匿在传说中的北冥坤宫当中，并且成为龙形宝藏。盗宝门派发丘门说服金素卫联手探宝，但发生意外，北冥坤宫沉入更深的地下，再无人可寻。两派遭到了满清披甲人的追杀，发丘门远逃海外，金素卫因受牵连，与之结为使者。也就是说，吴爷想找我爹合作，跟他一块儿夺宝去。嗯。哎呀，你爹那边军库短缺，缺少军饷。得亏我们帮我爹拦下了这份密报，我爹可得谢谢咱们，帮他省了个大麻烦。哼，这么诡异的借口，一定有什么阴谋。小丁，大帅，告诉情报科，让他们转达吴爷，就说最近我行程繁忙，没有办法前往。是。你不就是金素卫的传人吗？是啊。
当年我父亲寻找北冥坤宫的时候，就是被日本人所害。后来五爷找到了我，想让我和他一同前往寻找北冥坤宫，被我拒绝了。你说五爷能找我爹合作夺宝，他会不会找其他人啊？守护宝藏本来就是我们金苏卫的职责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落入日本人的手里的。但单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，根本不够。还有，我陆哥做不到的事情啊。想要找到坤宫，必须要先找到金素卫前任首领的地图，而且找到了宝藏，想要打开宝藏的话，必须要有发丘门的后人，还有发丘印，这样才行。可那件事之后，发丘门的后人早已远出海外。那找回来不就完了？怎么找啊？ご将軍の談話、返事ができました。あなたの誘いを断っていました。按照原计划进行。はい。北冥坤宫可是传说中的龙脉之地，我要如何才能相信你的承诺？这乃是慈禧太后珍藏的最好的器皿。大佐真是有心了，合作贵在信任。但是，别忘了你给我的承诺。索大人放心，我们大日本帝国说话一言九鼎。这是我的孙女索玉儿，现在统领披甲部队，她将作为向导带领披甲人协助大佐。索姑娘真是美丽。索大人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麻烦，他可是日本人，他会真的帮我们吗？原本当年我是可以得到这批宝藏的，但是陆启山雇兵云将坤宫沉没地下。若能找到坤宫的龙形宝藏，恢复大清，定能重建辉煌。那也就是我们衣锦还朝的时候。吃锅下壶挖红薯，任眼定穴找铜鹿，地鼠地龙堆满斗，软片硬片贴阴宅。
恭迎发丘门，顾掌门。金素卫现任首领陆环山。顾掌门认识陆某？既然大家都认识，这就好说了。我们发丘门虽然身在海外，但也不是孤陋寡闻，如今邀约我们回来参加门派大会，非金素卫莫属。说是回来参加门派大会，但其实就是想骗我回来。你这一招确实挺卑鄙啊。这是我出的主意，这事关紧急。发丘门在国外一切安好，还是不要打扰了。顾掌门，你一定知道道宝门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陆某只是想请顾掌门一同前往寻找北冥坤宫。现如今日本人无眼，已经找到披甲人结盟，如果要是被他们抢先找到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发丘门对宝藏已经不感兴趣了。北冥坤宫有金素卫和发丘门的未解之谜，只有我们亲自到场才能解开这些真相。而且这正是发丘门回到中国的好机会。顾掌门有什么顾虑的话，但说无妨。我从小专心读书，不喜欢打打杀杀，这万一有什么危险？我陆某愿意性命起誓，定会保护好顾掌门。你，金素卫的接班人，给我当保镖？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惜。给我找一家最好的客栈，出发前我要好好休息一下。拿着行李。还真是个养尊处优、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咱这一路可有的受了。走吧。让他们捷足先登了。找了这么久，还没有找到。你是不是在玩我呀？年代这么久，哪这么容易找到？师兄，我们用炸药是会破坏里面构造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咱们走。咱们走了半天，怎么又回到这儿了？入口到底在哪里？金素卫擅长守墓，郭成山在墓中特意设下了迷宫，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外人轻易进入。找不到入口，
那就给我炸一个入口出来。不可以，五野先生，不能再炸了。现在我们就在墓中，如果出现塌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这里听我的就对了。快走。救不活了，你们几个别管他们了，把前面洞口的石头给我挪开。五爷，你把我们披甲人的性命当什么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不让你炸，你非要炸，现在好了。死几个人不足为惜，别忘了你今天来的任务。你，这边走。金苏卫的古墓防御性极强，但以郭晨山的性格，应该不会在主路上。正所谓狡兔三窟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三合盘，三层24方位，共分为地盘正阵、人盘中阵和天盘逢阵三环。然后呢？我们怎么办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发丘纸吧？怎么转？天池海底指北南，天星石道成高线。五爷又在用炸药了。他这么一直炸下去，我们不会被影响吧？你个乌鸦嘴！石蜡封棺，蜡烛摆在官位四方。嗯，一。Yeah.
么尸体还能复活？难道真的是封棺的诅咒？棺木中聚集了有害气体，开棺的空气与尸体相互作用下分解，打开了死者的身体机关。顾城山怎么变成僵尸了？那不是顾城山啊，那是他的守卫。那他的墓到底在哪儿啊？山河起，星辰现，北斗星，震天穹，金素卫，守四海，九州界，天下安。开！金绿猫眼石，这么巧，陆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无言，你来晚了。晚点没关系，有你们带路呢。不如我们这样，我们合作，一起寻宝怎么样？你就是这么糊弄这帮披甲人的？这叫做合作共赢。合作？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掠夺中国人的宝藏，这是什么合作？共赢？
我看是你们自己要赢吧。你们这些中国人无知，只有我才能把这些宝藏发挥出最大作用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来别人家不带点东西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要拿东西呢？这是什么道理？这就是道理。郭成山为了保护自己的墓，竟然能想出这种玉石俱焚的方法。这地图都在棺木上，没有地图我们怎么找啊？走。我们家老陆啊，可是过目不忘。搞定了。黄埔军校的时候，无论是军书还是军事地图，老陆只要看一遍就全记住了。切，有小意思啊？哎，你说吴野那帮人应该已经葬身古墓了吧？吴野能够找到的话，那别的日本人也会找到。所以我们要比他们更早找到。那我们怎么去北冥？如何叫我不想他？李妈，干粮都准备好了吧？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爹知道。爹，李妈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我就出去玩两天。出去玩？出去玩？撒谎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擅离军营窃取军机，还有什么事你不敢的？今天就是您把我腿打断了，我也得出去。你到底想气死我吗？平常日。你出去玩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搞到日本人那里去。日本人？日本人怎么了？日本人在咱国家的所作所为您看在眼里，您是大帅，有些事您不方便，我替您出面，绝不牵连您。日本人你搞得起吗？我知道您一直没跟日本人合作，不是因为您怕他们，是因为您没找到合适的理由拒绝他们，所以才一直拖着。这件事我会自行解决，不需要你插手。爹，您送我去黄埔军校，不就是想让我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男儿吗？黄埔军校的校训，亲爱京城。亲爱指的是所有将士相亲相爱，但我觉得不拘泥于此，更指的是全国的同胞。我进校的时候就立誓了，继承先烈，奋斗牺牲，发扬光大，负义导人，言出身随，誓抵功成。我只知道你小时候上课的时候比较贪玩，
没想到你小子还学了不少东西。爹，趁我没反悔赶紧滚。谢谢爹。哼，他奶奶的，这个臭小子还真有我当年的风采。哼，来我帮你来。谢谢。嚯，别沉重啊。来我帮你。来我给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里很多人都是从自己的家乡被迫赶出来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还不是因为那些外国侵略者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团结起来，相互帮助。哎，你们把那个发丘印天天挂在身上。对啊，不然呢？就开开眼呗。做梦。求求你了，这真不是我撞，真不是我撞的呀、啊，不是你，这可是我的传家宝唐三彩，你还想抵赖啊？求求你饶了我吧、啊！唐三彩是吧？就你这物件，连个鱼翅纹也没有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给我干他！哎，想干什么呀？大爷，大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请各位吃个饭，不过分吧？乘务员，别光你的，还有我的。去餐车，弄点吃的，给这些车厢的人分好。别闹，谢谢，谢谢。经常这样，力所能及呗。可我们能做的还是太少。寻找坤宫，对抗外敌，不光是我们两族的人，还有他们。包子来了，谢谢啊。真香，哎，我不饿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你这么吃？还剩最后一块。不吃我就没了。小二，三位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啊？住店，三间房。啊，这边请。来，这边。别操心啊！来，兄弟们喝！来来来，辛苦辛苦啊！干了。小二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呢，给我们这些兄弟一会儿多找几个姑娘来。我这些兄弟啊，一天天的在军营里边憋的呀，那都快成和尚。等明天我们找到宝藏，到时候那钱有的是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快去。告诉你们，
我在楼下看到好多皮甲人，难道他们也是去寻宝的？不能这么巧吧？那要打探一下。别打草惊蛇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说要找姑娘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各位爷，晚上好！你们要的姑娘来了。这小身材，小宝贝真香啊！来喝酒，美。这位爷，我喂您一个。我敬二位爷，来，咱们干杯。哎呀，好啦，这二位爷是要去何地呀？北冥坤宫，听说过吗？爷，你们去坤宫干什么呀？去找宝藏啊！我听说这宝藏已经消失已久了呀。我们索大人当年就找到过。哎，宝贝儿。哎，别！还想跑？假的！兄弟们，都给我起来！把这个不男不女的给老子抓起来！他已经出发去北冥了。姑娘，你真的觉得日本人会帮助你们吗？清朝的披甲兵大多都是发配边疆的清朝大员，你也一定有你的苦衷吧？在日本人眼里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朝代更迭也不会改变，日本人只是把你们当作棋子，让我们中国人自相残杀。不可能，我祖父他不会骗我的。怕就怕你祖父也蒙在鼓里，被吴野的提议冲昏了头。难道你忘了古墓里死掉的那些披甲人吗？日本人根本就不会在乎你们的死活。如果要是为了一己私欲让日本人趁虚而入的话，那中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。望姑娘三思，你们去北冥坤宫我们不拦着，请把解药给我们。断肠五毒散没有解药，除非找到北冥仙草。you
不行，撑住。怎么了？孙文，你去前面找点水来，我们到那边去，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。 你这样值得吗？值得。我答应过他，要保护好他。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看这一路就不太对劲。看了一路，你不累啊？我可跟你说啊，最毒妇人心，这女人。行。 地势险峻，大乔切不可贸然行事。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地方都看准。麻烦，麻烦！我让你去跟吴野会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麻烦，我们不能领着日本人去找北冥坤宫。 您还不明白吗？他们不是真心想跟我们合作，他们是想利用我们帮他们找到宝藏。要想重建清廷，只能和日本人合作。可那样会再次引发战乱，惠民不聊生的。那又如何？
反正我不去。上次在墓里，他们根本不管我们西家人的死活。有战争就会有流血。索大人，我与索姑娘有些误会，需要解释一下。这些人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本人诚意十足，索大人，不要让小人挑拨了我们之间的合作。我这次来是特意请索大人一同跟我去往坤宫的。虚伪小人，坤宫地势险峻，我祖父怎能一起前往？没有你不行啊。你是唯一去过坤宫的人，那墓里的关卡只有你最熟悉。索大人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在这里看守大本营了，等我们从北冥回来，我一定会完完整整的交给您，还请您跟我一同去往北冥坤宫。请你。前面就是地图上所指的北冥坤宫的位置了，加把劲儿，走。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，你看这地上都是炸坑。这些都不是墓口，难道日本人和我们都找错了？都怪我。是我拖慢了你们，还不一定呢。坤宫入土后，周围整体产生了变化，所以说地图上所指的坤宫的位置，并不一定是准确的位置。都说坤宫下沉之后就无迹可寻，果然不简单。墓穴和周围环境本应是相互滋养的，所以说风水自然会受到影响。古籍上说，真正的上帝家穴，其龙脉之势，若连若浮，若水之波，若马之驰，若万圣之尊也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要顺着河流才能找到四世之穴。就是我们刚经过的那条河。又要过河？对。对。这破地图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们往哪儿走啊？东北方。嗯，为啥就那边啊？你俩笑啥？星星告诉他的，赶紧走了。哎，等等我。玄武，正是四世形容，八方失声了。这块石头明显不属于这里，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。
难道坤宫就在这里？很有可能。这么大块石头，怎么样不能移开？哪儿来的？五爷炸郭城山墓的时候，我捡的。头骨粉碎，是被砸死的。我感觉不像。
再次感谢二位为我们开路。又是你们，你们这帮日本狗真会趁火打劫。哎，小朋友不要乱讲话，我现在做的不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坐守渔利啊？现在跟我合作还来得及啊？啊，你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开门！开门！这个大门是被强行封闭的，必须要用发球印才能打开。送给你们两个一个惊喜。这东西是在明朝古墓里发现的，现如今唯一枚发丘印。你若助我找到宝藏，这东西就送给你了。北冥坤宫已沉默多年，即使我是发丘门的人，也不能保证可以找到它。那就找一个能找到它的人。嗯。原来你和日本人是一伙的。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发丘印。啦啦啦啦，发丘印，答应你的，送给你了。嗯，开门。把这些珠宝都给我搬出去。这二位是谁啊？这就是金素卫的陆锦山和发丘门的顾冰云。我与锦山为宝藏而来，原本想重启宝藏，造福百姓，但没想到被尾随而来的索伦和巨蟒袭击。索伦欲夺取宝藏，为大清所用，用鸦片和枪炮控制百姓，我们难以抵挡。启山为了救我，身受重伤，为了不让宝藏出事，引发战争，我用九州锏封闭石门，以死埋葬宝藏。如果说我有私心，那也是为了不负启山的情谊。如若后人有幸寻得此地，望把真相告知天下。
宝藏我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对我已经没有用了。没想到你会武功啊！谢谢。发丘印不在你身上，什么意思啊？发丘印一出，鬼神皆退散。顾湘，快用发丘印镇住他！上次在古墓里遇到的僵尸，为什么还会攻击你？我帮你夺回发丘印。你这招将计就计用得可以啊，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里全都是我的人。什么东西？宝藏我必须带走，这三个人也必须死，别忘了你的大本营。
少主！大帅的儿子不是谁想揍的就可以揍的。吴爷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中国人的地盘，轮不到你们在这撒野。起来吧，这点伤比我揍你的时候轻多了，快扶起来，轻点轻点。
这些宝藏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，这些宝藏不会落到外国人手里。 索姑娘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守护她最爱的北人。打起精神来，我也只是侵略者之一。我们的国家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回法国。啊？然后带着发丘门的人一块回来。 太好了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来保家卫国，救助百姓了。我们从哪里开始？哪里需要我们，我们就从哪里开始。撤！撤！撤！